祷告第23天，容易满足。亲爱的天父，我要祝福我的孩子是容易满足的人，只要有衣有食就会快乐。他不用羡慕别人比他聪明，记忆力比他好，读书比他轻松，家境比他富裕，长得比他好看，身材比他标准，朋友比他多。将来也不用羡慕别人赚钱比他容易，职位比他高，工作比他轻松，事事比他顺利。我祝福他满足于自己的生活，我也求主让他满足却不是懒惰，满足却依然有进取心，肯上进。我祝福他如同使徒保罗，无论遭遇富足或缺乏，有主同在，他就满足。求主保守他不迷失于追求名牌、时尚、流行，不需要以外表的装饰来自我满足，要更满足于内在的充实。求主赐他丰富的创造力与想象力，以至于简单的东西便足以激发他内心的美感，让他的生活充满新鲜与满足。求主让他的满足不是来自跟上流行的娱乐，不是来自吃喝或金钱，也不是来自成绩与称赞，要来自他喜欢自己和他拥有的朋友。当他知道自己被上帝深深爱着，他就满足。当他与朋友一起唱歌、说话、谈心事，他也觉得满足。当他和家人相处，一起吃饭、一起聊天，他要觉得满足。收到一个小小的礼物，他会满足。欣赏一幅动人的图画，他会满足；听见一则感人的故事，他会满足；吃到喜欢的东西，他会满足；做了一件对的事，他会满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